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早安，早安。好，感谢大家今天第二次来，那很感恩，就是有因缘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无量易经十功德品。无量易经是我非常敬重的一部经典，其实有一点敬畏，因为他要很用心很用心去理解。那大家知道说无量易经是法华三部的第一部，对吗？大家知道法华三部是哪三部吗？无量易经、妙法莲华经，然后第三部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对，好，那大家知道说，圣人所后来所讲的《妙法莲华经》是要引导大众去看到生命的真实相。那《无量易经》在《法华经》的前面，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对于佛陀要讲的事情，其实不是那么理解的。所以前面呢，佛陀正在铺陈，对于这些佛弟子们还不了解的事情，他要慢慢的去引起大家的好药，然后一点点的理解，一点点想要去探索的那一种心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了无量易经，所以里面已经隐含了后面佛陀要说的内容，但是又还没有讲那么多。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就是那一种引导弟子慢慢前进的那种心情。那在以前呢，我读这个我们的师公应顺导师的这个成佛之道里面呢，师公有提到佛教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宗教，它跟其他的宗教有一点呢是非常的不同。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人知道是哪一点。它是信仰跟智慧合一的宗教，它非常注重智慧这件事情，就是带着智慧去探索你在生命中发生的疑问，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宗教。在我们可以看到，从佛陀的一生，我们所谓学佛就是要学佛陀嘛，所以我很喜欢看佛陀的故事，从佛陀的故事里面去找答案。我们看到佛陀他从这个太子的时候，看到这个城里面的生老病死，他就起了疑问。你有没有对生老病死起疑问过？应该有吧。然后佛陀去决定去找答案，他经过了五年的参访，看到了种种的人间相，也有种种的修行人所采的方法，他又经过了六年的苦行，他真的去例行某些修行方法，最后他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他坐下来开始用心的思考。这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追求智慧的过程，他凭着一股信愿，然后去寻找答案。那人类呢，在六道中呢，其实是非常这个特别的，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会去找答案，而且这个问题是越来越多，想找的答案也越来越深，这是人道非常殊胜的一种特质。那现在人呢，我们也很乐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找答案，甚至我们想在宇宙里面找答案。所以从佛陀的一生，我看到了这个追求智慧的过程。那再看到我们现在呢，我们可以
从什么样子的内容里面去找答案呢？这个是对不起，声音可以小一点。好，大家以前在看这个宇宙的画面的时候，可能有听过哈勃望远镜。在去年底，这个美国发射的一个叫做韦伯望远镜，这个望远镜呢，它在这个从地球出发到远离太阳的位置，大概150万公里的地方。那为什么要远离太阳呢？因为宇宙其实是一片漆黑的。如果你靠近太阳，其实那个光太亮，你太看不清楚。然后我们要往这个黑暗的地方再去寻找答案。所以如果这里是太阳，不是地球的话，它往这个漆黑的地方又发射了150万公里，然后去拍照。在今年7月的时候 ，NASA 公布了他们的第一批照片，非常的美丽，因为它这个照相机啊，它这个望远镜的成像，它只要原来哈勃望远镜的1%的光就可以拍得清楚了，所以它传来的照片，哇，非常的震撼人心，在那个漆黑的宇宙里面。到底里面有什么呢？到目前为止，就我们所知，有生命的还是在地球。我们在六道里面已经非常殊胜了，在宇宙里面我们还是非常的殊胜，因为目前我们还在找朋友。右边就是韦伯望远镜，左边是哈勃望远镜拍的，一样是这个猎户座的大巡云。你看清晰度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渴望在这个里面去找答案。那宇宙的外面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个很多的星球里面，当这个画面拉开的时候，我们发现宇宙好像没有边际耶。当那些星星变成一个小灰尘的时候，有时候很像，就像我们自己现在看到这个灯光下，然后那个灰尘扬起的那个感觉，这个灰尘就在这个虚空里面飘着。那有一个这个大陆朋友，他非常喜欢研究宇宙哦，他就特别写问了一下大家说：“你知道我们在宇宙中的地址怎么写吗？”他说：“如果有人要写信给我们的话，那你要记得写，就是你的地址是本宇宙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好，侍女座星系图本星系群。”银河系猎户臂太阳系里面的第三颗行星地球，后面再加上你现在的地址，就是你在宇宙中的位置。所以以后你就知道你的地址要怎么写，就是这样写。那上次呢，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太阳系里面我们在第三颗嘛，对不对？那再往上一层，你有看过银河系吗？其实这个就是银河系。那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猎户臂。这个银河系就是一个漩涡，这叫做一个旋臂。好，它有4个大旋臂，可是我们呢，在一个超级小的旋臂，在这个猎户臂里面，放大。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坡度里面的一个，它写了一个 sun， 一个太阳，这是太阳系。然后我们在里面的第三颗行星，你看我们在一个好小好小的地方啊，可是呢，依然。这个有生命的地方就在这一个这么稀奇的一个蓝色星球里面，多美，还有多殊胜。好，虽然说这个宇宙这么大，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其实我们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生命大概顶多就是幸运的话就是100多一些年。可是人类这样子就是累积着，我们接力又接力，我们也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也发现说，哎，在人类的创造力上面也发生了非常多很神奇的事情。那当然我想谈的不是这些的人类的文明，我想谈的是佛法。在佛法里面我也看到了非常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说在我们瓷器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故事。我们的身体是有限的，可是我看到有人生病，可是他的心并不病啊，反而非常的强壮。他可能身体老了，可是他的心并不老，他甚至
可能已经往生了，可是他的所遗留下的很多的东西就好像跟我们在一起一样，这是我们非常渴望去追求的一种能量，一种存在。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位林莲黄师兄的故事，他是我们淡水的师兄，请问有现场有人认识他吗？我觉得应该有吧，对不对？好，他是我们的真善美之公。那我们来看一段他以前他的故事。师兄是在2006年因为癌症离开。风大雨大的台风天，影视志工林莲黄用摄影机记录灾区救灾工作的点滴故事。我刚出院5天，刚好象征台风啊，象征台风，我就出去看了一些，去绕一圈呐、啊，啊，看到都是很惨很惨。啊，因为那一次要刚好是空难嘛，啊，我们的影视组都全部都出去了，救不人，啊，救不人，我就回去回来拿机器上去。我也是讲，我们实际在外面有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在外面哦，底下做安抚的工作，我就是应该要把它录下来。用摄影机记录在慈济看到的感动，林莲黄师兄的生命也在风雨中掀开新页。虽然罹患癌症，但是他并不悲观，因为加入慈济之后，让他对死亡有了新的见解。很幸运的啊，我们认识慈济，在慈济里面很多那种真实的故事我们都看过了啊，所以说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你去用智慧去想一下，应该一样是要死哦，真的。你用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不怕死的，甚至你也不会让死得那么快。做一天赚一天的想法让他更积极的生活，而手中的摄影机是让他尽情挥洒生命良能的最佳装备。我们有电脑剪接，这里加个改装一下，我们拿给他平面这样子圆带广播的话，我们给他上个字幕，让他跑一下，或者音乐给他带一下，气氛比较好啊。他们自动他们在看，他们自己有那种在画面里面啊，他会很高兴，他会，譬如光光来扫光屏幕来，也跟你看一看，我也在里面这样子做。这种用影像能够渡人，我一般中国是安尼想，用影像去度化别人。为了用影像传递人间美善，林莲黄积极学习摄影技巧之外，更精益求精的学习电脑剪接。从不会用电脑、不认识英文字，到现在可以自己剪接配乐。现在的他已经可以独立完成感动人心的影片。我是张月恒，大家好。我们做的事情很广面，让大家参加一下告别式，照亮的环保的，像我们就是像我是露营的嘛，我们是资深露营啊，对不对？自己做，自己拍，还要自己设定。我们也有设定剧本呢。我这么撇的，真的。脚本。一边忙碌做环保，一会儿又扛起摄影机拍摄，在他身上看不到罹患癌症的悲观与怨恨，而是更积极的做志工。因为经历病苦之后，他要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天。做回戏看也是无错，啊，不过愈做愈回戏。从89年发现罹患直肠癌，医师宣告只剩3个月的生命。林莲黄师兄做志工走过疾病的威胁，继续散发生命的光与热。
好，谢谢。大家知道那个望远镜拍到的画面，拍到的星空其实是过去式。如果说那颗星球距离我们现在是十万光年的话，它看到的影像其实是十万年前发生的事情。人类就是这样子，所以研究出宇宙大爆炸的道理。那以前呢，我对于历史这种事哦，不是很感兴趣，我觉得过去就过去了，就是花那么多心思做什么，我们着眼现在，然后努力未来。可是现在我在看历史的时候，我发现有好多事我都没有深深的思考。那就像我们重新再看林莲煌先生师兄的故事的时候，然后他讲的话的时候，还是觉得很震撼，还是觉得就是有很大的启发。那今天讲的是《无量义经》，回到刚刚提的，佛陀在讲这部经的时候，过去之前的弟子们在做什么？他们期待的是离苦得乐，自己离苦得乐。他对于大环境没有那么多的关心，可是佛陀要引导弟子去思考，不止如此，不止如此。你要把时间再拉长一点看，把空间再拉开一点看，你需要把这个望远镜再抛高一点，重新看所有的事情，你思考的面向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无量义经》的铺陈就是在努力这件事情，要改变弟子的观点，看带所有生命的观点。所以圣人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常常提到三理四相。物理有沉住坏空，这是我们所住的物质的世界啊，一直有沉住坏空的变化循环。生理有生老病死，大家也是生生死死，去了不会再来啊，至少轮回我是没看到哦，我们没有具体的。但心理呢，我看到很多的循环。你仔细检视自己的心理，哇，一天不知道这个，可能只是一分钟都经历了很多事。可是在这些循环里面，我们看到，哎，有什么在后面，我不懂，我很想要知道那是什么。所以当我们用佛法来看世界的时候，就好像登上那个望远镜，我们看不到，可是佛陀看到了。我们得借他的肩膀往上一跳，然后看看我可以看到些什么。所以在看事情的时候，上人也引导我们三理四相，你要用心思考。那无量义经三品，好，第一品德恨品，就是在赞叹这个佛的德，好，大菩萨们的德。为什么要引起大家的欢喜好要心，说我也想这样，我也想要变成这样子。说法品就开始透露一点讯息了，诸法本来空寂，哎，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不太懂，开始有一点迷糊了。后面呢，十功德品再给大家鼓励一下，说，哎，你只要照着这个方法呢去修行，你就可以得到种种的功德。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小小的助缘，就是，哎，推他一下，鼓励他一下，哎，我们继续往前走。你还没有那么明白，没关系，我们继续往前走。后面呢，在《妙法莲华经》就会细细说来。好，《妙法莲华经》内容非常精彩，大家一定要跟紧。好，好，那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个佛陀已经要开始讲真实语了。他谈到所有的都是因为。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好，本性空寂，所有的这个事情的发生，还有你跟我的接触，都是因缘的和合。那在这个因缘和合中，我们应该要努力什么样的事，才是这个值得前进的方向呢？好，我们就要来探讨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你的佛那个师长好有一个信任，所以你开始跟着他走，可是你马上就会碰到了，你的心量开阔吗？就像我们走入慈济之后，我马上就会碰到，哎，利己利他，利己利他，有时候哎坚持我的想法，有时候要配合大众，哇，马上就撞到，马上就撞到。
可是呢，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是非常值得去好好的品味的。那我们就来进入今天的经文啊，大众请合掌，我们一起来啊，慢慢的念诵经文。念的时候呢，我是这样子，我会眼到啊，很认真的看着他，口到，然后心到，好像就在我的心上写的这个字一样，去感受它。所以法是入心，不在我的口，不在我的耳，你要期待把它写进你的心里面。好，那我们一起开始。尔时，大庄严菩萨摩诃萨复薄佛言：世尊，世尊说是微妙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真实甚深，甚深，甚深。所以者何？于此众中，诸菩萨摩诃萨及诸四众天龙鬼神国王臣民诸有众生，闻是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无不获得陀罗尼门三法四果菩提之心。当知此经文理真正，尊无过上，三世诸佛之所守护，无有众魔群道得路，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所以者何？亦闻能持一切法故，若有众生得闻是经，则为大利。所以者何？若能修行，必得即成无上菩提。其有众生不得闻者，当知是的为师大利，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终不得成无上菩提。所以者何？不知菩提大道直故，行于险境多留难故。世尊，是经典者不可思议，唯愿世尊广为大众慈哀敷衍，是经甚深不思议事。世尊，是经典者从何所来，去何所至，住何所住，乃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请放掌。好，微妙甚深，无上大乘，无量义经，真实甚深，甚深，甚深。其实蛮吓人的，就是已经跟你说了，很难哦，很深，很深，很深。好，那其实学习就是这样嘛，就是从表象到理象，从初象到细象，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刚开始我们念的时候，实在是沙龙波，可是呢，念着念着，哎，有感觉了，有感觉了。就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有一些体悟的时候，你一定有经历过这样，就是哎，你懂一些道理了，然后你心里就很欢喜。这个欢喜呢，不是说哎事情顺着你欢喜，而是你把事情弄懂了，这个道理懂了，哎，非常的欢喜。即使是疲惫的状态，都可以感觉到这个欢喜，因为你觉得生命有所开展，这就是生命转为慧命的过程。这也是上人最近成语提到的这个禅悦时、法喜时，就是当慈济做得很开心的时候，有的人真的就是不怕累。那
分享一点我自己学习过程的小故事。我自己是在那个311那一年培训的，那培训那一年呢，就是发生了311这件事嘛。那一阵子呢，就是从电视上看到那个海啸的画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惊讶，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那有一天呢，我就在下班的时候就走出我们的大厅，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先生，他就是外面的人，然后他就好像想要找我们又不敢，然后就在那边徘徊。那警卫就跟我说：“你这个先生好像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去问问看？”这样子，那我就说好，那我就去搭讪这样子。我是一个培训的委员，我要负起我的责任，我就想说好，我要勇敢的去学习。这样，他可能是有困难，我就去跟他搭讪，我就说：“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困难？”这样子，结果呢，不是。他说他最近从电视上看到那个画面，他非常心疼那些日本人。他说他看到那些人心里好难过，他想说他一定要做什么，他一定要做什么。然后他说他是一个木工师傅，他说他早上白天都没有办法专心工作，他想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那他就住在北投，他就说我们这里有个大爱电视台，大爱电视台是慈济的，捐钱给他，他们一定会把钱送过去帮他们。所以呢，他就跟我这样说。我本来以为我要帮助他，结果呢是大菩萨来着。你能想象吗？有人因为电视上看到有人受灾，他说他烦恼的无法专心工作，他心心念念就想他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帮助这些受苦的人，他就给了我几千块，说那你帮我捐出去。哇，我好感动哦。我抓着那几千块，我就说天啊，一个菩萨来教我怎么爱人，他来教我的。对，那一次呢，因为我们电视台其他电视台都有那个办那个 call in 然后捐款，那我们好像不方便捐款，我们进行的方式是开放大家 call in， 但是传爱，就是给这个日本朋友的鼓励啊，还是什么。然后那时候我被分配的工作是收集电话还有传真收到的这个我们觉得有报道点的故事，然后我要把它写在纸上，然后拿去给主持人就可以讲出来说这个泸州的黄芳玲师姐要鼓励日本朋友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对，然后我就是负责这个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同事传给我一个，他就说是一个妈妈，我有点忘记是电话还是传真。那总之那个单子上是写说这个妈妈非常感谢日本朋友，为什么呢？他说他的女儿最近因为感情问题情伤一直想要自杀，然后他看到电视日本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有些人都失去生命了，有些活下来的人非常的伤心，因为他失去了家人。他的女儿突然醒了过来，说人家好不容易活下来，这么的珍惜生命，我却为了一个感情然后想要那个舍弃自己的生命，真的很不应该。所以他就开始振作精神，然后开始想他可以做些什么。这个妈妈就是传来的讯息是说他很感谢日本朋友因为受灾反而鼓励了他的女儿要珍惜生命这件事。世界上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就是每一件事都可以为我们带来启发跟能量。我只是旁边的小小的一个学习的这个旁观的学生，可是这两件事还是给我非常大的启发。在那一阵子的报道，我们的除了本会的同仁还有新闻里面都有提到，日本朋友是非常注重个人的修养的，他们的这个尊严也是很在乎的，所以要领取这个建武金其实对他们来讲是很不习惯的一件事。可是我们就想办法把我们的诚心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影片里面，我们一定要弯腰得更深，让他们安心，可以收下这一份就是心意这样子。那这个弯腰绝对不是只是那个规定我们要90度鞠躬而已，不是，
是跟那个妈妈一样的心情，就是他们用灾难来教导了我们，启发了我们，就是要珍惜生命，要善用我们能发挥的良能。所以这个鞠躬是一个深深的感恩。那这些事项我都不是执行的人，可是我只是这样看着，都对那一年的我有非常大的学习跟启发。那所以有时候我只是一个甚至在那一年的前面，其实我也没有意思要培训，我只是一个在大爱台工作的人而已。可是这样看着看着，还是对我有非常大的这个越来越强的震撼。所以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提到的，当你看到了这个法的时候，哇，你的这个你会慢慢的看到生活中越来越多，哇，越来越多的法出现在你的眼前。所以照这样子的道路前去修行的人，他可以得到三法四果菩提之心。菩提之心就是你觉悟，然后决定我要这样，我也要这样走，我也要跟着慈济人这样前进的那一个这个心跟动力。好，那后面呢，可是呢，人呢是容易怠惰的，就是发了一个心，后面呢可能很快的就忘记了。所以呢，佛陀还是要鼓励大家，就是用这个功德来吸引大家说，哎，这个如果啊你继续做啊，你就会看到，你看那个师姐很棒，对不对？你就会跟她一样。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就是看说，哇，有些师姐真的好棒，就是那种这种克服难的，然后又脸上带着微笑的那种，我觉得真是优雅，就是优雅，真的是人品的典范，就是让人非常的羡慕。因为这样，所以吸引了我走入慈济。我相信吸引你的走入慈济的很多，应该也跟我一样。好，反而其实我是很中性的，我不太爱穿旗袍，穿旗袍对我来讲有点为难。这个留这个头发对我来讲也很为难，以前我都是短发，可是我看到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愿意就是向前辈们学习。那所以呢，其实是这个法的内涵真的折服了我们的心，让你觉得哇，好棒，好帅，我也要这样。好，所以这个法是真的是文理真正终无过上，三世诸佛之所守护。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道统，这些人品典范都是这样子做的，他们是这样的坚定，所以我也要像他一样，像他一样，甚至可以到了超越生死执着的那一个这个很坚强的心理，就像刚刚的林莲皇师兄一样。那最近呢，我也听到了一个故事，也跟各位分享，或许有人也听到，这个是李福藏师兄啊，李福藏师兄他在前一阵子也是往生了。那李福藏师兄呢，他在最后呢，其实他也是罹患癌症，那这个身体呢，其实这个癌症已经转移到肝脏，有腹水，所以其实身体是很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那可是呢，他心心念念呢，就想说，好，我已经走到最后了，那我应该还可以当大体老师，他就很希望可以当大体老师。那这个他家师姐好像是慈大的慈义会，就是一德妈妈，就是他有收到讯息说，哎，我们最近啊要进行那个模拟手术，还有大体老师还有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名额。结果他们夫妻俩竟然开始讨论何时回去好，就是不可思议的。大家知道回去是什么意思吧？就是回去当大体老师。有一天呢，师兄就跟师姐说：“哎，熊林叫我讲爱卡扎邓去。”那师姐说：“那我奈无听到，我奈无听到。”然后师兄说：“啊，你不够。”那个你不够用心啦，上人有说，然后他说是吗？那什么时候这样子，然后师兄就说好，该来想想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他就
这个他们竟然就开始讨论说，哎，他们是在台北慈院嘛，如果说往生后还要再加上送回花莲的时间，什么样的时间最不给人家添麻烦。那他讨论完了，他觉得凌晨最好，凌晨然后救护车再回去，然后刚好接大家上班，就是那个处理后面的事情，所以大家不用半夜这样子。那所以就到了那个某一天，他就一直问家人说：“哎，今嘛几点嘛？好，今嘛几点嘛？”然后呢，就一直问啊，就到了慢慢的到了半夜凌晨一点的时候，他就说：“好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好，然后之后那个脉搏、心跳就慢慢的慢下来了，这样子。那我讲的不是要讲这个很神奇，我是在讲说他们夫妻的心的清安很神奇，很神奇。我不确定我可以做到这样子清安的看待生命吗？把生命的最后一步都走得这样的用心，都走得这样的体贴，真的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心，非常宽广的心，非常这个虔诚而且温柔的信愿，在师兄的这个身上可以看到。所以当你闻到了法，你把这个佛法好好的放在心里，全权福音，用心来思考你每一天发生的每一件事的时候，每一件事都会变得很温柔，好，很有意义。那不管你是哪一行的学生，其实当我们接触佛法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不停不停开展的难关。好，过去的那个在佛陀讲《无量义经》前的弟子们，他们非常的用功，可是他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身上。那佛陀要引导他说：“你开始用心的去看众生，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还有，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在帮助你自己。你会相信吗？你现在已经相信了，很棒！你现在已经相信了。”对，你已经往前踏，可是你看回头看看过去的你，你把这个镜头转向以前的你，有这样吗？你已经变了，对，很棒。那这是师公说的话：佛法如大海，信为能入，智为能渡。你信只是走进来而已，你要用心学习智慧，你才可以找到前进的方法。如果你面对的一个汪洋，你不可能是哦，我相信我一定过得去，然后你就跳下去了。你得搭个船。六度万行就是这艘船，所以佛法中的智慧是靠自证而来。你得要去行，然后去证，说啊，这个道理，你才是真正懂了。你用这样子的这个方法，然后不停地去探索宇宙的种种现象，你才会看懂。所以信仰跟理智是合一的，信仰并不妨碍你追求智慧，智慧也不妨碍你信仰，只是你得要把心量放开，放开你的这个观察面，然后去了解这个背后，好，去更深的思考。那所以啊，如果你跟某个人有一点卡卡的，你一定要记住，那个卡住你的那个时刻，也不过是那个时刻的因缘而已。那个时候的他是那个时候的因缘和合，现在的他已经不是那个他了。不管从这个物理、生理、心理都是，连细胞都换过了，细胞都太换过了，心理的话他一定也前进了。所以不要放弃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在前进。
所以圣人提醒说，佛法在世间不过就是一个因缘，一个机会而已，错过机会要再找到实在难逢。大家都听过盲龟浮木的故事吗？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太有创意了吧，怎么会想到这种来表达几率，就是这个眼盲的乌龟在大海里，然后探出头来，探出海面，结果海面上有一个摇来摇去的木头，木头中破了一个洞，他一探头还要钻进那个木孔里。我觉得用这样表现几率还真是有创意，总之就是非常难得。好，那文法是这样，你要传法给一个人，是不是也要有好因缘？大家应该都有踢过铁板过，对不对？所以你要顺顺的滑到人家心里的时候，你知道这有多难得。所以从此之后，我对于愿意冷静下来听我讲话的人，我非常感恩，因为愿意听你讲话的人，老实说不多，对，所以感谢大家现在听我讲话。好，那我们再这个进行下一段经文，请合掌。尔时，世尊告大庄严菩萨摩诃萨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是如是，汝如所言。善男子，我说是经，甚深甚深，真实甚深。所以者何？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一闻能持一切法故，于诸众生大利益故，行大直道，无留难故。善男子，问是经从何所来，去至何所，住何所住者，当善谛听。善男子，是经本从诸佛公宰中来，去至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住诸菩萨所行之处。善男子，是经如是来，如是去，如是住。是故此经能有如是无量功德，不思议力，令众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如您欲闻是经，复有十不思议功德力否？大庄严言：“愿要欲闻。”好，请放掌。我看不到时钟，我好像这个讲太慢了。那个，你看，这个佛陀问大庄严菩萨：“嘿，你如果这样修行啊，有十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力耶，你想听吗？想听吗？”好。感恩，我不是佛陀，竟然还愿意回答我，很好。所以呢，佛陀在这边就在跟这个大庄严菩萨说，这个经啊，这个法真的是很深很深很深，可是呢，可以让大家都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哇，这真的是这个最高荣誉了，学佛者最高。目标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对于所有的事情、道理、生命的真相都非常了解了，这是我们非常想知道答案的。所以当然要这样子去啊。那圣人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解析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这个感动，就是圣人的心就是这么柔软，就是下面这是圣人写的，就是说佛陀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要让一切众生全都到达无上正等正觉，要让所有人就是要成佛，一个都不能少。好，不管你有多讨厌他，你不要忘了他会成佛，对，没有怀疑，他也会，对，所以有一天我也会，大家一起前进，这种心，哇，好靠近哦，好体贴，好温暖，很温柔。那所以呢，佛陀跟大庄严菩萨说：“你问啊，这个经啊，从哪里来的啊？之后要到哪里去啊？要
要在哪里安住啊？啊，我跟你说，这个法呢，就是从佛心宅中来，直通众生发觉悟心的地方。只要你心里起了这个心念，这个法就已经进去了。好，法流进我们心里，可是呢，上人提醒说，法是流进去了啦，可是它会流走，所以你要记得，要收下来，不能让它流走。那我们在参加慈济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是有因缘而来，也必定是因为有法曾经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如果你决定参加培训了，你就是更往前一步了，表示哎，这个法已经在你心里，你很想要把它留下来。可是即使如此呢，哎，还是有可能会流走的哦。好，所以你要非常非常的用心。那这个师兄呢，这是我们这个大爱台看见菩提身影节目最近记录的沈敬祥师兄，是泸州，对不对？那各位认识吗？认识，对，好。那感谢师兄愿意把他的故事讲出来，老可以丢进步啊。他就是坦白说，他在培训的时候还会一边这个去酒店，对。可是我跟你说，刚刚李福藏师兄啊，也是。他在培训的时候也有去酒店，他在访问的时候也有这样讲。可是后来呢，大家都不一样了，对吧？对，好。那沈敬祥师兄也不一样了，他也变了。对，那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大家详情可以再请洽这个网路。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很有感受，因为我们都有那个边走边整队的自己。我自己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不好意思跟大家说的习气，对。可是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在边走边整队，所以我看到别人在边走边修正的时候，真的是不忍心再说些什么了，因为我跟他是半斤八两啊。可是呢，经过了这个过程，我们才会知道说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都是同一班，对啊。可是这个心量开阔的时候，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就不会那么不顺眼了，对吧？因为别人也曾经看我不顺眼，可是他这么忍耐我，真是感谢他啊！感谢那些就是看我不顺眼可是还忍耐我的人，对啊。好，那我们进行最后一段经文，来请合掌。佛言：善男子，第一是经，能令菩萨未发心者发菩提心，无持人者起于慈心，好杀戮者起大悲心，生嫉妒者起随喜心，有爱着者起能舍心，诸悭贪者起不施心，多骄慢者起持戒心，称慧圣者起忍辱心，生懈怠者起精进心，诸善乱者起禅定心，于愚痴者起智慧心，未能度彼者起度彼心，行十恶者起十善心，热有为者至无为心，有退心者作不退心，唯有漏者起无漏心，多烦恼者起除灭心。善男子，是名是经第一功德，不思议力。感恩，请放掌。好，哎，这里面呢、啊、有没有你啊？有吧？可能还不止一样，可是呢，还是很那个。感恩就是我有往前，你也有往前，对不对？这就是不思议力。你应该也有亲友，哎，可能是过去的你，你也很期待，哎，他也可以往前。那看到这个向前，看到的风景不一样了，没有什么比这个就是更欢喜了。那这是一个，我好像来不及播了。其实这就是我们下一位讲者何翔。这个制作的故事，拍摄的故事非常感人。这个，请大家这个
再花时间一定要上网去看，这个是看见菩提身影吴少明师兄的故事。请问现场有人看过吗？最近这一集没有吗？那我时间快到了，对不对？对，好，不好意思，我用口述的，大家回去一定要看，就是非常感动。好，吴少明师兄呢，他之前呢是因为不小心有染上毒品，那他因为毒品的关系进出监狱非常多次。那在他这个最后一次服刑的时候，他有几位家人这个离开了，我记得有三位家人，对不对？爸爸妈妈跟哥哥。好，然后哥哥是让他最难过的，因为他的哥哥也有吸毒，然后因为吸毒过量而暴毙，然后被人遗弃遗体在这个就是路边，是吗？然后在最后一次服刑的时候，少明师兄他就是非常的难过，因为家人也离开，那他就想说，他就跟姐姐说，姐姐你一定要来这个接我出狱。因为他以前这个七次进出，以前都是好朋友去接的，那些兄弟接他，所以接他呢出去之后可能就还是会再次吸毒。最后一次呢，姐姐来接他，姐姐来接他的时候，他在车上就拿出了一个纸条，里面呢就是有那个炯元师兄跟惠美师姐的电话，然后就说，姐你帮我打电话给他，我需要慈济的帮忙，这样子。那就是这个当地的志工，就是屏东的志工呢，那一阵子下着大雨，可是大家想时间不能等，还是要赶快去接他，因为如果再晚几天，如果有好朋友来找他，是不是又带出去了？那是不是像哥哥一样，如果不小心又那个又去吸毒，就又会再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情况？然后呢，那边的师兄姐更有智慧，他就想，不行，在这边住在这边可能还是会被找到，所以呢建议他搬到花莲去，脱离这个生活圈。所以除了他自己心的动力，我很感动的是这个接力，这些助缘每个人都帮忙了一个力量。好，姐姐志工，然后到花莲之后还有一群这个关怀花莲监狱的师兄姐们来关心他，然后让他可以就业，可以自力更生，然后可以改掉。我把这个影片传给我的高中同学看，然后结果呢，有一个高中同学就回我，他就说他不是慈济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他的有一个表弟也是吸毒过量，被人就是遗弃在路边。我没有想到，他没有跟我讲过这些事，我只选了几个高中同学传这个影片而已。可是没想到，我才这样传，就有一个人回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天哪，台湾的吸毒很严重吗？对，这是我想不到的。然后我的同学就跟我说，啊，如果那时候可以让表弟接触慈济人就好了。我觉得我动作好慢，如果我可以再早一点就好了。所以我们可以做的事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可以努力的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身边还有很多缘可以再去把这个缘连起来。那少明师兄的姐姐姐夫也加入了培训，最后他也完成了培训，这是一个多么棒的转变的典范。那所以我们所学习的都是为了要对我们自己生命能够有转成慧命的这个契机。那这个也是十功德品，他佛陀用十功德来引导弟子说，跟着我继续往前走的这个契机。那后面呢，到底还有什么不思议力呢？这就让后面的这个下一期的讲者来接力了。那今天呢，这个简短的分享呢，感恩大家就是花时间来听我说话，好，非常感恩。那静一这个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感恩。
谢谢。